这个海星真不小，跟我个手差不多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第一次见啊，它吐籽了。看这地方，哇塞，这就是海星的籽啊！不剁熟了根本就发现不了它。这一个个头也到年限了，直接开始吐籽了，生小宝宝了。看，这一点一点都是啊。我这是真的是头一次见啊。这个我还能带回去吗？不过海星这玩意泛滥太狠了，带着吧。这个留着回家，把那个籽抠出来可以做一顿饭了都。像这种的海星籽绝对是特别特别多的。收了，这一串海红是盖了，哇，是真大啊！下来吧，这得多少？得好几斤吧。这种是特别好吃的，特别是春天到来啊，它也是最肥的季节了，是不是感觉挺瘆人的？剁熟你们就知道了，那味道太美了。还有这应该就是它的载体了。海虹都是靠这上面养大的，像这么一根的话得养个几百斤吧。论辈分的话，这海虹得和它叫妈，我全给它收拾吧。这个家伙刚退潮他才开始卧沙，要是他早卧的话根本发现不了他。在这儿射着他的壳了，拔出来。哇塞，这个水真多，都喷我手机上了，刚才手机喷花了。哎，把泥全给他挤出来。哎，多完整，个头也大，潮水就退了这么点儿，梦魇螺就在这边。他要是倒卧的话，我估计是抓不着他。该说不说的，这个酒瓶子真漂亮，上面还有个木塞哦。这也不知道是什么酒，看这字都模糊了。这个木塞多结实，这里面是个空的，估计是人喝完之后把塞塞上。直接扔了，这个回家当个摆件不错。哎嘿，下来吧，算了，回家之后用小刀把它给弄下来吧，带着了。这个蛏王应该是没啥劲儿，喷的水花都不大，或者说它是一个小蛏王。哎嘿，哎，看见它鼻子了，在这里。哎，撒点盐看看。把它挖出来吧，都看见它鼻子，它也跑不了了，跑了就可惜了。这个蛏王挺大的，这个蛏王在这儿，看见没有？跑不了了，应该是，它是也就差不多没力气了。哇塞，出来了，看一下，鼻子都特别完整，刚才怎么撒盐它都不出来。我这是没办法了，直接挖了，带着吧。这有日子没见它了，这叫沙柱山虎，都是用沙铸成的，用手一捏都能捏碎。哎，这还挺结实。我这是遇到了霸王了吗？这种全是沙，它捏着捏着，一点的都没有那个硌手的地方。这里面就会聚居一些小虫子，哎，这个小虫在这儿，就这么点儿。放生吧，把你家给拆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这个壳里面藏一个八爪鱼，在这儿。哎，四个壳你都能当房子，你是太棒了。这两边的肉，差不多是被它给吃掉了，全给扒开了。来，出来吧，跟大家见个面。哎，这家伙粘的还挺结实啊。你把人家生蚝给吃干净了，你这是想干嘛？看，还是水比较凉啊，不爱动弹，只要吃饱了就趴在房子里边睡觉。我的手都被冻红了。行，这一个带着吧，回家做个红烧的也行啊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
我是奥强，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